海鲜滋造就是今晚夜宵的主盘。紫鲷肉质接近金枪鱼，口感爽脆，夹带浓郁的鱼油回甘味道。犀牛虾来自南沙和西沙交界处的火山断层，肉偏白，脆口清甜，金黄色的虾膏入口即溶，乃虾中极品。黄尾鸫有着梦幻般的外表，肉质也梦幻般的鲜甜。